你好，我是 James， 我是 Cifio 创办人之一兼行政总裁。Cifio 是一间致力于环境持续性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社会企业。大型芒果生产商不需要的种子和果皮最终会被运到去堆填区。因此我们公司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将这些副产品在运送到堆填区之前收集起来，用来创造高价值的产品，制造健康、美味、可持续性的食品。在一开始时我就用 Financial， 我创业时只是单人运作，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要跟得上手头上所有的事项，那我就需要一个专用的会计软件。时间是关键，即使每日有28小时，一日甚至一星期都仍然不够时间来完成我所有工作。 Financial 帮到我，减少我在会计方面所花费的时间，令我可以更专注在生意运作或者比较策略性的工作。我最满意的是客户服务和即时对话功能，尤其在我刚刚开始使用 Financial 的时候，有些交易分类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时候我通过即时对话联系客户服务真的非常好，他们同我一起去了解各种交易分类，帮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候。节省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之重要，准确度亦都是一样。我很高兴知道 DBS 可以很轻易地和 Financial 整合，让我能够很简易、快速、非常准确地做银行对账，亦方便我付款给供应商。我非常推荐 Financial，我认为 Financial 是非常好用的软件套装，适合任何小型企业，尤其是较为精简的初创企业。我刚刚创业那阵是单人运作，所以我认为 Financial 对于任何一人、两人或者三人运作的业务都是很好的选择。 Financial 所节省到的时间让各位老板可以专注于其他更加迫切的事务。我很高兴 Financial 和 DBS 能够帮助 Cifio 为地球的健康创造健康的选择。